今天的看时是隋文主角，又是川普吼，因为没办法，1月20号他就要正式就任了，所以最近很多新闻都跟他有关。那先前传出很多大咖的艺人不愿意到他的就职典礼上头来表演，好像形同替他造势或者是站台哦。现在川普又在推特上放炮了，说我才不稀罕你们来呢吼，就来看到他到底说了些什么。Donald Trump dismisses so-called A-list celebrities to attend his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.Donald Trump dismisses so-called A-list celebrities to attend his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. 先来看到这个说法 A-list celebrities， 这个 celebrity 讲的是名人的意思，可能是歌手啊、演员，或者有的时候指的是那一种可能就是那种名媛，有没有？你不知道他的正职是什么，但总之每次就会穿着很贵的衣服，提很昂贵的包包，在公开场合亮相的那一种人，有的时候也用 celebrity 来称呼他们。不过当然前面这个名人有高下之分啦，就提到 A-list 字面上看可以理解哦，就是最顶尖的、最顶级的，可能是名气或成就最高的，很多场合都要争相邀请的那一种人。那 A-list 是一个形容词，所以后面可以接比方说 movie star 或者是 A-list， 这边提到 celebrity 等等。那有的时候 A-list 后面直接加 ER A-lister 就类似我们中文讲的 A 咖，然后直接就可以当成一个名词来使用。而再来提到 inauguration， 讲的是就职、就任或者这个场合、这个典礼、这个过程，也可以用 inauguration 来称呼。那动词记一下咯，讲的是 inaugurate， 而且这个字除了人之外，很多地方就正式落成了，要启用了，同样可以用这个字，概念跟人很像啦。比方说川普当选之后隔了一阵子，1月份要正式就任，然后发挥功能了，所以地方同样也可以用这个字。举个例子， The new theater was inaugurated by the mayor. The new theater was inaugurated by the mayor. 就是这个新的剧院呢，是由市长他亲自莅临来正式的开幕启用的意思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看时学英文， See you next time.